讲究爱，啊，民进党又恨，又对抗。来到基隆为国会扩权法案宣讲，但民间发起罢免市长谢国梁二阶段恐过门槛，主委员台上频频为谢国梁抱屈，仿佛顾梁大会现场。民进党现在是全党要杀一人，为了基隆的未来，希望他们能够回头是岸，能够及时刹车。谢国梁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，唯一一件事情他可能呢影响了某些人特定人的利益。高呛民进党伸手介入罢免，但拆粮行动发言人李彦蓉不满被抹绿，反击很多连署都是蓝营自家支持者。这些国民党支持者他们前来交连署书的时候就都有说，就是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这位市长做得很不好，然后所以他们希望就是可以先把这位市长淘汰下来。这话国民党显然听不下去，智库副执行长林涛开记者会批评是前市长林佑昌背后操作，若罢免谢国梁确定成案，不排除也对民进党地方民代和基隆市议长童子伟等人发起罢免。一定会有非常多不满的人，同样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拆粮的行动是公民自发性自主，实际上民进党并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去发动所谓这样的一个罢免，采取反制啊，我觉得这是跟民意对坐，其实基本上我认为是不智的，甚至这样子也会害到这个谢国梁，所以实际上真的应该要悬崖勒马的，反而是朱立伦主席。公民自发性罢免行动，国民党质疑政党介入，蓝绿持续走风。记者张仁杰、王成伟、许璇台北采访报道。